不是不是不是，我的魔物被调到了，声音。他醒了，他醒了，他醒了，别再撞了。没有没有，他醒撞不了，他会去中间拍，他去中间拍地板很多次。哦，这样子，然后等他转过来，一定的。因为我每次尝试都想要撞他，没有，还继续靠这边啊，继续靠这边啊。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才能撞啊。要让他转过来，他应该会红眼啊。理论上啦。我帮你们吃药。哎、欸，先别射，他没有红、欸，先别射，先别射，让他转过来。拜托，不要让他失衡什么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啪！要拍了。好，杰克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？没事。我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你为什么没事？好了，走喽。第二次了。好了，動 okay, 好，自由开火。啊！你们第二阶段也是拿贯穿在打吗？对啊，打得了吗？不是，他就变很瘦了吗？打得了，还是很长啊，还是很长哦。所以你们还是要面对他，是不是？这样很危险哎、欸。侧就不一定面对啊，侧面也是可以啊。哦，好啊，让你们打，我负责软化。怎么会这么大声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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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整体的声音吗？对，是爆麦的那种声音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不起来了，我不起来了，靠边啊！我的大毅力，我死了，完了，我晕了。没有没有，你活下来，你活下来，你活下来。我晕了，他看我，他转过来了，他转过来了，他看我，他在看我。好，我喝水了。他跳起来了，跳起来了！我趴下了，我趴下了。我在调音量啊！你知道我现在音量只能调，它是六就超大声的，我只能调六。啊，调五的话又太小声，很奇妙吧？到底到底究竟？我就说哈基看到这个地方，就觉得这沙子真的很烦哎、欸。啊，人家说感谢捷云的抖内。哎、欸，捷云今天有，昨天有来、欸。我知道，我昨天其实有默默看到。那他说他是杰克的包皮吗？哈？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，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在聊东西，我就说，就是有些什么称呼什么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啊。然后后来他就说，因为那时候在不知道聊什么东西，聊到后面就说。不然你要叫杰克的包皮哦，他说也可以啊。哈？哈？他这样讲的啊。我不知道，我刚刚是听错你没有？刚刚说什么？杰克的包皮啊，等你要再听一次吗？你的包皮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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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说也可以、欸。好可怕、哦！重点是这个、欸。我操！我这声音好大哦。我来软点啦！啊，他要下去了，他脱壳了。然后这个阶段啊，就是四周会有三个陷阱，不过那些陷阱都是靠晒，真的能撞到就真的，真的能撞就真的撞到啊！不用太强求，就好好输出吧。我这里有一个，啊，完了，陷阱没有了。哎、欸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还留着，还留着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去啊！冲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中到了！哇，谢谢我爸！太溜了，太溜了！你们过来要请我吃饭、欸。哎、欸，打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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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如果你们想要东西的话，可以请你吃泡饭。
我觉得应该不好打脸啊，反正正常打、啊。之后有尾王的武器之后，打他会比较好刷到。哦，洗车洗车，洗车机哦。对吧？捷云，我没讲错吧？哎呦，打炮打炮！没关系，你们理论上不要被那个大炮猫死，应该是没事。哇，可以哦。糟了糟了，背后整场没关系，就你就管你就管，正常打正常打，连我尽量打。我刚才被那个隐约灌出来的子弹打到。啊靠！哎呦，直接爆！换武器。哎呦，痛！你继续射，你继续射。来。你现在跟我讲、欸。快演了。你现在跟我讲哎、欸。杰克。杰克，下来跟我讲。哦。哦好。眼睛黄了哦。快开眼喽！我随时有可能放大哦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我没有石头。就是开眼之后，哦，下了，我下去了。好，开眼之后才会放螺旋丸吧？哎呦！你不要头歪着看着我，我好怕。他右边是不是可以撞？啊！我在走，我还在走。你还想洗车哦？哎呦，痛！两下，三下。哦。你不要给我转弯啊！撞到吗？撞到吗？转弯了！转弯了！那个有吧？那个有吧？那个有吧？哎、欸，有啊，有中哎、欸！有中、哦、有中有中！两碗泡饭啊！两次猫饭没问题。两碗泡饭不是吗？哎、欸，是说猫饭不是泡饭啊？哦，原来开眼是指这个哦。对，那、欸、眼睛开了、啊。哎呦！啊！哎，我在磨刀，大炮！哇！我回去了，我在他炮口前。螺旋丸哦，你先不要下来哦，你先别下来哦，螺旋丸哦。好。好好，杰克，回家，你来不及，爸，不要再滚了，你赶快，快快快，贴墙贴墙贴墙，回家回家，那、啊、你干嘛不早点回家、啊？你吓死我！哦，刚刚就跌倒哦。好了，射完了，射完了。我也不想跌倒啊。吃个樱花什么下再下去。我没石头，这边跳回来，对这边，我没石头了，啊，黄鸡蛋石头下去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哎呦，捡到了。
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不要是左边，再乖一点点，再乖一点点，再乖一点点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看一下哦，这个位置好像可以耶，你们可以撞吗？啊，不行了，我没办法撞。完了，完了，洛斯，哇，洛斯被打到，对不对？是，打到了，被他喷气喷到了，气喷到不算啊！哎，你们打爆，没事。又来大炮、哦，哎呦！哎、欸，自补自补自补，在屁股上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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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我看我第二阶段还是拿长枪好了。真低难。不会啊。感觉啦，第一次通关的时候都觉得特别难，就不要站他面前呢、啊。谁说拿侧甲还是什么从旁边打、啊？嗯哼。探险队归来。真的不行，就是回家球一直压着啊。嗯，教主，我的一世清明，你的什么一世清明？你怎么了？杰云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说你说可以的吗？嗯。黑光光啊，来不及了。健康定时。健康定时救我！好了。果断丢回家球，对啊，可以啦。他螺旋完，那要么就跑到最旁边，要么就直接回去。是觉得有时候那个流沙真好烦啊。你可以带那个啊，找肚猪啊。我就是要再挪空格给他。对啊，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挪得出来。啊、可以把痛击换掉。早度是几个的、啊？有一个的吗？有一有四啊，四个的是两级。我有看到，早度速度不会减慢速度，哦，一颗就够了、哦。嗯，一颗哦，那我看一下，一颗吗？啊，三颗的效果是什么？三颗可以提升回避速度，回避距离还是速度？哦、看一下。三颗回避性能上升，一颗的话就速度不会减慢了。你看里面翻滚了，早都是几个？一个，一个。哦、所以你第二阶段就是拿长枪。我第二阶段会回去换长枪吧。哎、欸、呀、啊、记得要回去拿你那个回家预回来哦。
有，我身上都有带回家鱼。没有，你丢回去之后，记得回去再补。啊、哦、好，这边也会换的、啊，因为装备套什么道具套组不一样，所以还是会换。过来，我在这，转过来。转过来了，哎呦，我没有石头，他没掉石头给我。哇哇啊，杰克你我不要啊，你换你啊。哎、欸，找到、啊、找到找到找到这个用吗？我说，对啊，我加油，底下有，可以吗？我试试看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，他这次加没有中间。好啦，没了。不是、啊、我的意思是说，是等一下如果第二阶段换，他拍完之后换。OK。就没有石头的状态下。欸因为前几次在撞他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头的位置在哪里。嗯哼。反正就是我都不输出啊，狂补啊。这两天真的是拿锤子打古龙，打到当狩猎比赛玩。我其实反正。反正拿片手剑不会当补的，你知道吗？拿锤子还比较强，能控啊，比较敢打、啊。嗯，拍喽！哎呦，我这只那时候从下午四点卡到晚上七点、嗯，打了六场。哇，卡好久！我们现在差不多打四场还五场了吧？四场五场了，因为被路人雷，超不爽。好了，不会去靠撞头的地方啊？完全不会啊！撞头很重要，不是？对啊。差蛮多的、欸，嗯，脸没了要跟我讲、啊，我去装。肚子没了，脸也没了。没了。哦，够久了。有了。被光棒五汤的，好啦好啦，不要再这样叫他了啦，他很难过了。对，捷云啊，捷云、啊，那个称呼只能在我的台叫、哦，不要在其他台叫，这样可以吗？啊、如果也不行，也不行，那都不要叫，都不要叫。啊、这样就少一个称号了耶。因为那时候我就说你们要怎么称呼啊，他没有讲啊。回家喽，快回哦。该换的换一换哦，走喽！他那个样子是，欸、真的哎，眼睛是闭起来，打的时候没发现。他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眼睛会张开，然后眼睛张开之后就开始放螺旋丸那一些。哇，这样我这个装备没有找到。撞到了。哎，没掉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陷阱没中。五枪要克制弹丸、啊。到了，陷阱到了。可是不是撞墙的，不是撞墙的不算。哦，是哦。对。他不会整个倒。嗯。然后不要站在陷阱下面，他会喷，喷一喷陷阱就没了。
好啦，各自保命哈。大脚。反正要输出还是在他胯下比较安全。真的。所以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讲说你的太刀勒你的超虫棍就放弃了吗？原因也是这个啊。嗯，对吧、啊、因为近战的在很多魔物就跟以前的那个谁歼灭龙一样，灭尽龙啊，歼灭龙是谁？灭尽龙他会瞬间冲到你旁边来打。嗯，现在都是这样子。好，又打一个陷阱了，真棒！被他喷掉了。嗯，哎，我倒了。没有，还没帮你们吃，我吃一下啊。完了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躺着，我躺着，我躺着，好。就不要用盾接，要打就直接打。嗯。哎，地板的，地板的。修一下武器哈。欸、可撞哦。开眼了。你太高了，你现在没有陷阱一样可以撞吗？可以啊，只是看那边啊，只是不会倒地而已，一样有伤害，没倒，没有倒地，像这样子，所以还是可以撞。哦，我在补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感谢你的补血。有了，骑乘，终于骑到你了哈！哎、欸，你要倒，哦、你耐力没跟我讲、啊，因为这个不好骑，这骑超久，赶快输出，赶快输出。你过一半就要跟我讲了，我还在打他哦。可以帮我，可以帮我补一下。等一下。对，感谢感谢。是这样，巴库哎，对啊，哎呦，好控场，可以打可以打，好，哇，再帮你吃一个。好，感谢。控场，要打了。好。哦，你明明就有拒绝哦！哦，你是指这个？好好好，不要叫了，不要叫了，不要叫了。原来昨天误会了，不好意思。因为你拒绝的很像你很喜欢，所以我以为喜欢，开玩笑语气那种吗？对啊。不 Q 不 Q， 结局不 Q。对啊。
抱歉啦。差不多了。大玉螺旋丸，回家。磨刀。去侧面。走咯，我要去旁边，我要去远一点的地方。哇，你怎么在正中心呢、啊？跑跑跑跑跑跑！我已经跑到最旁边了。可以偷偷摸过去哦。然后打完之后赶快动，赶快动，它会开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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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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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没打到我。啊，你们可以下来了，可以下来了。哇，没有回家玉了，我调配一下。好。哎，回家玉这个东西，我在世界的时候就用了，用好了。嗯。真的不会用诶，在世界的时候根本冷门，冷门到一个完全不会用到的东西。啊、嗯。只能打后前脚诶，打后脚破不了防。可以下去了哈。可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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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你的恢复。你怎么下来的时候这么厉害啊？下来就被刷啊？怎么厉害啊？因为你知道还有一次啊，我下来就被螺旋丸转死了、啊啊。所以至少跟队友沟通啊。没有，因为那时候那种第一次看到啊，第一次看到螺旋丸，这是我这种好帅啊、喔！然后我下来死了。好帅、喔！第一次看到螺旋丸，不知道。哎、欸。滚啊！挥起来了！滚滚滚起来！滚起来！我挡，我挡住了。又来，开炮！那你们等一下就是要看以将近不到30分钟的画面，然后要进一个不到15分钟的剧情。哇，这么久？没有，因为你要开启世界刚解完一样，开启巨魔之地的任务动画，还蛮好看的啦，真的还蛮好看，不会比那个比世界那个还好看，不用担心。世界真的是你可以不看没关系的，对，这个是值得看的，值得看的。后面还有好类似彩蛋的东西。我下雨，你们听得到雨声吗？我想问一下，听不到。听得到对不对？对，完蛋了。那台风天，我在想我要怎么办？收音太好。对啊，啊不是指向性，是不是不适合铁皮屋啊？哇哇哇！我要死了！我吃，没事，我吃。有有有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我就扛扛扛扛。我吃。怎样？我、哦、没事就好。我已经不会死在这一招了，好吗？螺旋丸，又是螺旋丸，哇！回家玉，哇！怎么了？我想问你怎么回家玉回到现在还？因为我那个啊，没有我没有耐震哦，对，我会晃啊晃。要下来要讲哦。是可以下来了啦，目前看起来是安全的。然后可以撞，记得捡石头。我去捡地上的石头，捡热，可以下去哦。可以，可以。我反正就是下来，我跟雨月就要一人站一边。哎，流沙，嗨，杰克。三小。哎呦，被抓到了！我我我，捕捉！哇！当当当！哇哇哇哇哇！好险！
阿达，阿达，没事，我们试了五次才过。帮忙队友过天梯。对啊，在帮队友过，而且我们有句约真的被梦梦。有啦，我有记得你说会怕被梦梦打。哎、欸，他已经闭起来了、欸，哎，死掉了、啊。但是他好像没有真的死吧？哦，哇，大宝玉，主线的应该是闭眼没错啦。可是我记得他死掉都是眼睛张开的、欸，主要是闭眼的、啊。显玉哎、欸，我什么都没有挖到，都是他的壳。显玉什么？显玉就是我拿到大宝玉，显玉就是他的宝玉，大宝玉是古龙的大宝玉吧？哦不知道他写问号问号问号的大宝玉，哎、欸，那就是显灵，那应该就是显灵。哦，因为你现在还没看完。好，先挂台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这个光影，哦。你们现在是看到我的角色，我现在是看自己了。哦，不是看我的角色了。台中到台中逢甲的话，可以到了。